第二局张华还是稍微控制了一些距离。对，注意距离。好的，过去，过去。一个高扫腿，很快呀！我当时特别担心，就会出现那种手一掉下来，对方高腿上头这种动作。对，果然啊，其实他的手掉的并不是说特别低，他想去接腿。是，哎呀，这个手去接腿这个动作呀，真是。那对方一直没有出腿，而且这种身形的优势又很容易出腿。对，那么他肯定不做这个动作是有原因的，就是等着最合适的时机出这个动作。对，而且这一腿啊，就结结实实完全打到下巴上。对，看一下慢动作。啊，分开，你看分开，手掉得很低。哎呦，其实他的双手想做这种防护动作都没来得及做。对，确实手比较低，你看手。这一脚过去之后都没有擦过拳头的边缘，几乎。对、啊，你看，哎呦！今天我们的比赛一开始啊，这个高扫机啊，这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啊。对，最近这个高扫确实比较红啊。这高扫 KO 了很多人。